美国职业篮球联盟常规赛于法国巴黎举行，作为 NBA 官方指定计时器及合作伙伴，天梭邀请全球品牌代言人刘亦菲前往巴黎参观天梭24秒计时器，深度探索品牌运动基因，解读品牌工匠精神。小美人其实我觉得挺刚柔并济的，又百搭，可以运动也可以休闲。我自己比较喜欢她的这种日常中带有设计感的这样一个风格。也参观了这个24秒计时器，又一次体验到天梭对于工艺的这种自信和这种权威，我自己也觉得挺荣幸的，挺酷的。24秒计时器我在现场有请教现场的工作人员，然后也在24秒计时器上做了一些这个触屏的这个体验，就知道它是精确到十分之一秒，是非常非常准确的，就为这个大赛提供了特别好特别权威的这样一个计时的这个功能。刘亦菲前往香榭丽舍大街拜访天梭表位于此处的精品店，店内陈列众多经典系列，环境宜人，氛围高雅，展现了天梭一贯的优秀品质和匠心独运。在参观过程中，刘亦菲深入了解不同系列背后的故事和灵感来源，对天梭悠久历史及工匠精神的解读也随之加深。参观结束后，他对天梭一直以来的品质追求和创新意识表达了赞叹之情。